奖上获颁特别贡献奖。当天他也以经典造型亮相，并久违的在舞台上表演代表作，勾起不少人的回忆，也让现场掌声不断。而这也是他出道68年所拿下第一座金曲奖。事后欧阳娜娜也在微博发文称赞姑姑是最亮的星星。欧阳妮妮则在5日公开了自己与姑姑还有爸爸欧阳龙的合照，并透露金曲奖当天自己去当了姑姑的小小助理，觉得万分荣幸。大赞欧阳菲菲是他的巨星姑姑，简单的言语间也展现了对姑姑的崇拜，贴文一出让粉丝们纷纷夸赞欧阳一家金好强，都好有才华。